那个学员带来就是上课三个都坐在一起，而且上个月生日，而且都全部都是同一个星座。因为此届这缘分，将陈怡柔、韩丽兰、杨丽萱三人牵在一起，情同姐妹。但人生无常，杨丽萱在十月初因为大肠癌离开人世。他平常去做化疗，他都是自己骑车去做化疗，然后自己骑车回来，他非常非常的独立，很坚强。对，所以我们要把我们最好的表现出来，就是这么快。不要说他才39岁，他现在还很年轻。杨丽萱四年前接触到慈济，积极参加环保与访视。两年前发现罹患大肠癌，仍然一边化疗一边当志工，分秒不空过。她最后的心愿由好姐妹代为完成。现在参加培训训跟就是每个学员的一个心愿，我就告诉他说，那我想带着你的愿一起回去。这趟旅程不只是寻根之旅，也是心愿之旅。祝福杨丽萱能尘缘再来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赖秀段、沈欣怡、陈一福华联报道。台北关渡的大事一年一度闹。